你是常在工作上需要使用 Excel 的人吗？资料档案合并，下函数进行分析，把凌乱的资料整理成清晰的格式，你需要花多少时间？现在能透过 ChatGPT 帮你减少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。我是有进老师，我在数据分析、软体工程的教学已经有十年的经验，累积超过2000位学员。我深知在职场中有许多人，在面对庞杂的数据表单时，常感到手足无措，总是花费大量时间清理与合并表单，公式还有可能写错，光是整理数据就已经心好累，如何才能有效地做出商业决策呢？欢迎来到 ChatGPT 与 Excel 职场必学商务数据分析术。这一堂课会以三大常见的职场情境为主轴，教你如何使用 ChatGPT 清理大量资料，汇整多个档案，进行复杂的商业数据分析，最后完成繁琐的文书工作，快速搞定报表，告别数据分析苦恼。此外，课程中会在加码教你应用我独家开发的 AI 小帮手，省去在使用 ChatGPT 来回复制贴上的麻烦，让你的工作效率翻倍。无论你是要加强数据分析能力，或者是提升 Excel 技能，这一堂课都适合你。我是有进老师，期待与你在这一堂课相见。